Hello， 欢迎回到执行长排杠时间。今天是3月13号，坐在我身旁的是叫杰宏，叫余佩，大家好。今天Q&A 的时间，想请问执行长，代工 Hair 之前跟之后，在台湾这方面真的有差吗？看了很多保养分享，但我还是很犹豫。说真的，非常有差。你穿再帅，来我秀给你看看。你觉得有差吗？对桃花这方面来讲呢，以前其实不要说别人看我，我看自己就很不顺眼。如果说这个男生跟我约会，然后有精心打扮的话，还是比较在乎我的啦。精心打扮，精心要讲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还蛮帅的啦。那个时候是用什么？我那时候就已经是用多模了。我在使用多模之前，我只要一照镜子，那个自信就会扣分。我也是这样讲，有点那个，但是我就是缘分。我用了多模不到半年，然后认识我现在的太太，然后到现在结婚生子。是，我觉得最主要是你会很有自信。女孩子的看法呢？就是在家里拿那个相机，会喜欢拍照，拍小朋友，只要拍到他没有戴发片。那一片小孩再可爱，我都不能上传 Facebook， 破坏了整个画面。非常谢谢今天两位一起来参与。如果对于头发还有什么问题啊，想跟我分享，在下面的连结，点单，我尽力为各位服务哦。OK， 拜拜。